欢迎收看《股期来点名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标题没有变，为什么没有改变？重点是我右边怎么讲？上礼拜外资呢大买448亿，外资在上礼拜五大涨500点，买448亿，代表什么？它是追涨的嘛？那我的看法是，他敢在这里追涨，代表他看好后市嘛。所以我今天标题没有改啊。我每一次都讲前面，包括之前呢，13000以下布局都讲前面。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这10月嘛，有没有赚钱？有没有赚钱？那外资敢追买，你为什么要空手？我说成交量会说话嘛，他说什么话？连续2天亮出来啦，连刷两天嘛，台币又连续升值啊。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哈，上礼拜我说看涨的原因在哪里？这十一月初八嘛，顶礼拜二嘛，外资已经翻多了嘛，因为台币的问题啊，只要台币一升值，外资就会做多，那外资做多，内资本来就做多，这大盘呢易涨难跌嘛，这上礼拜二啊。那时候金居利凯，这个都实现波段嘛，赚40%，减码一半。今天金居又往上创新高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里头部的机会不大嘛。涨第一波上涨的股票又往上再创新高，代表这一个主流还在嘛？这顶礼拜二吼。顶礼拜三，我只去买240亿啊！我说空手要赶快啊！这顶礼拜四，哪些重挫主力的股票低买，轻轻松松。现在也是一样啊，找一些主力的股票买。这顶礼拜五去500点。我说你要跟上，外资为什么涨500点？他敢去追涨448亿，标题写的嘛，他一定看好后市。我都讲前面啦、那今天呢，加是一个大 K，那外资呢，今天又大买哦，买多少？买377亿，448加377是多少？连续两天买嘛，看好后市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标题不改变嘛。我希望你有看到，我希望没有赚钱的赶快进来，空手的赶快进来。但是重点不是进来乱追股票，嘛是赶快来找股票低买嘛，就跟当初金居一样。低买嘛，上礼拜调节赚40%，他今天又创新高啦。那今天呢？他是往上走，低轨卫星呐。低轨卫星啊，一个主底再往上走，机会是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嘛。要不要追价？不用追价嘛，低买对不对？轻轻松松啊，
坐球嘛，这起偌济？杨洋要涨停啦、啊！杨洋要涨停。那我们再看呢，之前上礼拜二我们获利减码一半，金居今天又涨了。顶礼拜二伫遮嘛，获利减码一半，赚四成啦、啊，五成街头去尾，对不对？四成。今仔是毋是个创新高？那如果大盘这里不是多头的话，我再讲一遍，如果大盘这里不是多头的话，这档股票它应该会怎么样？操盘的人，操盘的人，他应该这里赚了五成四成了，他应该就做头，掉下来了嘛。那为什么操盘的人，法人继续守住筹码，又往上创新高？第一个代表大盘这里不是头部，第二个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一个族群持续的在成长嘛。那你说涨这么多了，那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？跌升是最大的利多啊，你要看之前它跌多深嘛，跌了六成啊，那涨了四成，在这个地方获利减码一半，就这里而已嘛。那现在创新高是在这里啊。代表这一个族群持续的成长，代表法人操盘的筹码持续的锁单。那这个地方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们上礼拜二嘛，建立又往上走了，是不是又赚了？那接下来就要赚五成啦、啊、以上嘛，机会是不是一直都在？那你说这个涨太多了，那我说呢，那低轨卫星森达科呢，你为什么又不敢买，或者又没有买？叫跌升嘛，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啊。那低轨卫星包括什么？圣达科带头，对不对？健康也往上走啦，台阳也往上走啦，同一个族群嘛。那我再讲一遍啦，同一个族群同步往上走，跟铜箔基板一样嘛，台光电、台药都同一个族群往上走，代表这个族群是健康的嘛。又一档撞波段啦、啊、上礼拜十月底，那这里到这里呢，接近三成了嘛，跌得够深，那这里结束了吗？并没有啊，它有机会挑战比较高的位置嘛，所以这档股票呢还可以继续赚钱。那这个地方有哪些股票值得注意的？那你要用心啊，你要用心去做功课嘛。像他这样子拉回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那上礼拜一波去啊，啊，今天是没去，那是不是机会一直都在？那大盘在这里呢，外资连续的买，这个很重要哈、哦。外资上礼拜五买448亿，今天又买377亿，它连续的追涨，代表看好后市嘛。那你空手的，你要不要跟着他追？但是你要买对股票啊，足底股起涨的嘛，像圣达科今天的起涨嘛，是不是上去了？那金居呢，今天也上去了、啊、锁码嘛，法人锁码锁单，这些股票才会涨嘛。那接下来不是每一档股票都会涨，你要买对股票，选对股票，
你才有机会嘛，给自己一个机会啊。我们休息一下。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，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通投顾三大保证。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。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。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。外资连续买两天，大盘连续涨两天，那如果这里是一个空头的反弹，通常在上礼拜五出现一个长红涨500点，成交量放大到3000多亿，通常涨一天隔天就要下来了。那今天呢，外资又继续买继续涨，空手的外资都敢追涨了，你要不要进场？但不是乱买哦。那我只会带会员怎么样？我只买足底的股票，不管是这个月、上个月、去年都一样，我只买足底起涨的股票，我不会带会员去追价，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你去做轿，让你去赚波段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在赚钱，你对有到顶无？外资都敢买，你为什么要空手？成交量连续3000多亿、2000多亿量出来了，台币又连续升值了，外资连续大买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我记得我上礼拜讲，大盘上涨的关键是什么？台币升值嘛。台币升值呢，外资就买超，台积电就往上走嘛。现在勾起是全球、全世界、欧洲、美国、南韩、日本，全世界拢在起，不是只有台湾在起。如果只有台湾在涨，那你可以说它炒作，但是全世界拢在起嘛，而且台湾呢还涨得比别的国家少，那你说这里是多头还是空头？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大盘在底价，这季线，外资连续买两天。那我刚刚讲什么？通常在一个空头车在跌的时候，出现一个大量以后，碰到季线，这季线嘛，出现大量碰到季线就掉下来了嘛。但是这里呢？出现大量碰到季线，
它是往上走的，而且季线是上扬，开始要弯了。那这两个你对照一下嘛，它连续出量，而且外资在这两天大买超，也就是说外资的成本在哪里？在这个地方。那我说呢，挑战年线有没有机会？那如果往上没有空间，外资为什么这两天连续大买？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，外资不是笨蛋嘛。那年线有没有机会？我们看一看道琼，道琼年线在这里，它早就突破了嘛，它已经快要创新高了，它早就突破了。看一看韩国，韩国年线在这里，月线、季线、黄金交叉在这里。那你对照一下台湾，韩国快接近年线了嘛？所以我说台股呢补涨，它挑战年线有没有机会？但不是那么快。我说春节之前，那至少这个地方你要进场嘛。外资都敢追涨，在这里追涨，平均成本在这里，那你空手为什么不敢买？你再看一遍这个相关位置，这是韩国成交量季线，花这些时间就是要告诉你呢，空手的要进场。那你看一看汇办哈，汇办连续大涨来到这里，挑战哪里？九月哦，台积电跟着涨，对不对？但是台积电目前是八月啊，没有十月，十月的高点在这里做整理，汇办是来到九月，所以台积电也没有补涨的空间。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，这个地方你要赶快出手，但是一样要找筑底的股票，不是去乱追。圣达克往上走了，近期获利卖一半，他今天又创新高了嘛，代表这两个族群是有机会的哦，一个低轨卫星，一个铜箔基板，对不对？那另外呢，货柜股长荣今天也涨了，会员的持股像智源、金纳马基啊、星星，这也是赚波段嘛，今天也没有跌，没有跌嘛，守住缺口在这里做整理。那另外呢，南电大涨压回，那这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不要追价嘛，告诉你连续大涨不要去追，那找一档类似这样的股票低档去买，这个才是你目前要做的功课嘛。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一档真正从底部区布局能让你轻松做轿的股票，你不需要空手，但是你需要类似这种股票低买，而不是去往上追价。那你往上追价，你像同样 ABF 窄板是不是又卡住了？今天有一些股票呢，它就是开高拉回嘛，那你去买是卡住了。那像智源，你低买是往上做轿，那压力到了没有？那目前看起来跌得很深嘛，目前看起来还没有。那之前跟大家谈到的巨阳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是又往上走，获利续报啊。那谈到相生技股大树整理末端，对不对？是又有上去，它今天有稍微拉回嘛，药花药都稍微拉回啊，那这里是支撑嘛。我只告诉你该注意的股票，哪些股票不要去追，哪些股票可以逢低买，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嘛。两三成啊，这个赚四成呢，还在涨。那类似这样的股票呢，你要好好做功课，不要空手，
赶快进场休息一下。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，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 2752-5868。诚通投顾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，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，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，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诚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诚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 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台币。上一次在这里，上个月底我说万三以下波段低点布局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我说这里升破往下是升值，升破外资会大量买超，这两天外资买400多亿、300多亿，会不会再回来？机会不大嘛。那为什么？这是美元指数嘛，它往下跳水啊，美元贬值，台币就升值嘛。那台币要回去，美元要上去嘛。那目前看起来一样啊，这个三尊头，这个跌破，机会不大了。那你再对照一下呢，大盘台币升值，大盘是往上弯，同步嘛。那台币一升值，外资买超，外资这两天是买超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外资今天买377亿，昨天买448亿，它最近的成本是在这一个地方。哎，有没有念头？一直加倍加多。他是追价哦，他这里是不，是卖超的哦，他卖错了，他一样勇于认错翻多嘛，那代表他看好后市嘛，所以有没有机会往上挑战年线16000？那你自己去看嘛，这两天他连续买超，那其实在这一阵子呢，内资是赚钱的，万三以下，我们跟着一些内资法人布局，你看一看哈。这自营商万三以下他是买很多，他最近在调节嘛，赚钱当然调节啊，但是一探及调节，外资照样大买超嘛，因为看好后市嘛。那这些调节的股票呢，金钱呢一样会找股票逢低再进场嘛。那我们也跟内资一样啊，我们最近也有调节一些股票啊，获利前买一半，像金居也调节了嘛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一样在找股票逢低买进嘛。那内资卖了以后就结束了没有啊，在找股票进场嘛。那你空手的，你就趁这个机会跟着我布局下一档低档布局的股票嘛。转世界，转世界都在去，唔了台湾的气，而且台湾涨得比别人慢，很多股票呢，散户大户都回笼了，
人咧赚钱，你用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怎么样？你要用心找股票啊。有没有涨停？这是低买，一次两次，经济是上去了，又创新高，代表这个族群是没有问题的哦。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是起涨嘛，那上去是四成，这里是起涨嘛，上去是不是四成？那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？那这一档股票呢，它已经上去，啊，还有一档股票呢，逢低你要去布局，那或者呢，当股会员也没有问题哈。你需要是一个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，我只买足底的起涨股，空头的空手，你需要拥有一档大波段的股票低买，我只买足底的股票。机会自己把握，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打败懒得动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58 2752-5858。订阅台。